肝、眼、血都有剧毒，烹饪时却能十里飘香，肉质鲜美，营养价值极高，它是食客们的心头大案，既是百年地域文化的传承，也是勇敢者们的美味。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敬请收看消费主张。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大家可能都知道，鲜美的河豚有剧毒，民间素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如今在江苏扬中，吃河豚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吃法更是花样多多。扬中的水产市场里，河豚和各种江鲜鱼类都是近期的主打。哪一种卖的最好的？东北救王、南方救王，还有那个白救王，分别哪个价格最贵啊？白救王跟东北救王最贵。顾巧红在这个市场经营水产已经20多年，他介绍说，市场上河豚的种类比较全，大致分四种：东北橘黄豚、南方橘黄豚、白橘黄豚、暗纹东方豚，其中品质最好的是东北橘黄豚，价格也是最高的。为什么都说东北橘黄豚最好吃呢？因为东北它本身就是气温低，叫冷水鱼，它冷水嘛，它这个生长速度就慢，生长周期长。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吃的饲料呢，全部是小鱼小虾，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它这个肉质啊，就是一种密度啊，跟这个南方鱼是肯定不一样的。那不扒不吃喝，就扒喝皮喝，你一煮就知道了。和河豚中的贵族东北橘黄豚相比，暗纹东方豚价格要低上不少。一斤东北橘黄豚的价钱可以买4-5斤暗纹东方豚，两者之间的价格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这个但是这个没有橘黄好吃。没有，就是这个东北的橘黄啊，还有那个白橘黄好吃。这个最差的，是河豚品种当中最差的一种。暗纹东方豚为什么价格最便宜？品质究竟差多少？记者来到长江边的一家大型河豚养殖基地，学水产出身的宋恒耀是这里的管理者。那我们的河豚的品种是什么？这边主要养的是暗纹东方豚。暗纹东方豚不就是今年市场上价格最便宜的河豚品种吗？在这里的价格应该更低吧？我们这的河豚因为是仿生态养殖化，要比一般的像南方那边要贵些，要达到50到60一斤。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暗纹东方豚价格都便宜，这种仿生态养殖的暗纹东方豚价格比普通的要高出1倍呢。我们的河豚化养殖的周期比较长，正常化市场上要一年多一点就可以，但是我们的话要达到2年半的时间，它的肉质啊各方面啊都是要远远高于市场上的一般的河豚，所以这个价格的话要比市场上要稍微贵一些。宋恒耀说，橘黄豚是咸水养殖，所以都在沿海地区，而暗纹东方豚是淡水养殖的，它是扬中先民们最早吃的河豚品种，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河豚。它生长在中国东海、黄海和渤海以及长江流域，属于一种独特的海淡水洄游河豚。品质好的暗纹东方豚一样好吃，只是这几年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价格渐渐降了下来。鉴别如何鉴别这个鱼的品质，除了看这个活力和外观以外，那么河豚鱼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腹部这个地方，这个纹呢、啊，黄的这条带。这条带的颜色越黄，那么它这个就越接近于野生的品质。河豚是一种集美味与剧毒于一身的鱼类，中国人吃河豚少说也有2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吃河豚的鼻祖。那在扬中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河豚饮食文化的地方，河豚都有哪些吃法呢？我们还是先来河豚文化馆了解一下吧。扬州那些过去的这个老的河豚大师，他们呢就是用各种方式把河豚做成各种不同的美食。那现在这里面有多少种河豚的做法？
这个里面应该有28种。你像这种河豚烧竹笋是扬中最古老的、最传统的一种烧法。你像其他的像这些河豚皮啊、什么河豚烧蛋啊，都是后来的我们一些扬中的名厨、大师他们创新，用河豚创新的菜。为了向世界各地食客们展示扬中地区的河豚文化，朱壮英就创建了这个河豚文化馆。那个年代，这个一家烧河豚，整个村庄都能闻到香，所以呢，这个好这一口的人呢，他们就闻到香味就自然来了。主人呢，一般是不请的。这个因为这个河豚有毒嘛，所以呢，一般来吃河豚的人，他会自己带着这个铜钱放在桌子上，放在自己的面前，这是代表着是今天是我自己要来吃的，拿钱买的，出了问题与你举家无关。河豚鲜美但有剧毒，毒素主要集中在鱼子、肝脏，其次为血液、眼睛和皮，新鲜鱼肉则基本无毒。自从人工养殖河豚技术达到国家认可后，河豚又回到了餐桌。扬中人代代相传的独特烹饪技术确保了河豚的食用安全。在传统意义上面讲，我们处理这个河豚还是非常严格的。河豚毒素来源四个方面，分别是河豚眼、河豚肝、河豚子，还有河豚脊背血。所以说在我们处理当中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把这个处理干净。王军是年轻一代的中国特级河豚烹饪大师，他最擅长做白汁河豚鱼。白汁河豚是我们扬中一带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做法。它里面除了河豚这个主料以外呢，还有秧草、河蚌。秧草呢是春季的一个时令菜，它是非常的鲜美的。然后河蚌呢是作为我们这个今天做的这个白汁河豚啊，作为吊汤用的。王军烧制河豚鱼已经有12年了，白汁河豚鱼是他的拿手技艺。要想河豚香味扑鼻，关键的秘诀是熬好河豚肝。豆油熬熟后，先把河豚肝放入锅中煸炒。熬河豚肝的时候要不时的挤压，把它里面残留的血水全部挤出来。下入葱姜，葱姜呢是具有解腥去腻味。然后下入河豚。王军说，河豚本身非常腥，用油煎一下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加入刚刚我们用河蚌吊出来的高汤，下入高汤，大火烧开后，再用中火烧制大约5-6分钟左右，放入适量的盐。因为河豚本身啊是非常鲜美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调味的过程中，只加入一点盐就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入河豚肋，最后放入河豚皮。王军告诉记者，吃河豚皮对胃有调理作用，但是烹制时容易煮化掉，所以要最后再放。刚刚我把这个河豚皮烫了一下，然后去了上面的粘液和腥味，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河豚皮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因为在食用的过程中，河豚正面它会有一些小刺，口感不是太好。再烧半个小时左右，中高火起锅收汁儿，汤鲜肉嫩的白汁河豚鱼就做好了。扬中盛产秧草，煮熟的秧草放在砂锅底部，倒入烧制好的白汁河豚鱼，中低火焖10到15分钟，河豚的鲜味儿透着秧草的清香味儿，也是当地的一道名菜呀。除了白汁河豚鱼，红烧河豚鱼也是当地的传统菜式。今年土灶烧河豚在扬中特别受食客欢迎。今年吃的这个土灶的感觉口味跟他们不一样，都有风味吧。我们土灶烧河豚是扬中传统烧法，现在不少客人都回归吃土灶烧河豚。除了用土灶烧制河豚，李传耀师傅还利用土灶创新出了河豚八宝饭，深受食客欢迎。河豚八宝饭用土灶烧制而成，土灶烧柴火有那个特殊的香味，所以烧出的饭也特别香。李传耀说，河豚八宝饭其实是由当地的菜饭演变而来的。我们以河豚为主，里面有河豚干，熬制香味，加入河豚肉，现在正好是我们当地竹笋和茼蒿上市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八宝饭里面加入那个茼蒿和竹笋。烧制河豚八宝饭的时候，河豚皮的处理至关重要。把河豚皮裹粉油炸，起到香脆，放在八宝饭里面比较有层次。美味的河豚肉，焦香酥脆的河豚皮，搭配上时令季节的各色蔬菜粒，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米香中透着肉香和淡淡的菜香，是不是很诱人呢？在扬中，河豚的做法有很多种，河豚圆子也是传统吃法之一。河豚烹饪大师蒋开和说，现在还有一种吃法很流行，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河豚的原汁原味，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吃法呢？60%以上都要点那个河豚火锅。这个河豚火锅锅底呢比较讲究，我们要拿那个河豚干、河豚的骨头还有河豚的那个皮啊加在一起熬制，这样熬出来的那个河豚的那个汤呢比较浓郁，刷出来的河豚的片呢就比较味道更加鲜美。中国资深特级河豚烹饪大师王世平是土生土长的扬中本地人，做河豚鱼已经30多年，他经过不断的创新和研究，把河豚鱼做成了佛跳墙。这福建菜和扬中本地口味的结合会迸发出怎样的滋味呢？鲍鱼、海参、这个鱼翅、蹄筋、这些料我们还是用的，更能体现的河豚佛跳墙的元素呢，就是加了河豚鱼。王世平告诉记者，和普通佛跳墙不同，这道河豚佛跳墙里除了加入了河豚肉，它的汤底也很讲究。它这个汤汁啊，都是原味的，用河豚的鱼肉骨头调成的汤，所以呢，就是说更能体现出这个河豚的味道。来自扬中这个品尝河豚的人呢，都经常点这一道菜，尤其是南方的人，特别喜欢。如果说王世平这道河豚佛跳墙过于高大上，不要紧，这道河豚狮子头可是老少皆宜。河豚狮子头呢，很好吃，滑嫩爽口，悦口即化，老人孩子呢都特别喜欢吃。我们这个狮子头呢很特殊，它呢是用河豚肉而做成的，它那个汤呢全部是河豚的骨头跟皮啊掉出来的，所以很浓，河豚的本味很香。这道菜呢里面呢我加了时令性的素菜竹笋，因为扬中特有的竹笋啊已经上市了，这个竹笋呢又增加了河豚的鲜美度，所以这道菜很好。只有用河豚的肝去吊档，才能体现出河豚的本味，特别特别香。当然要想烧出味道鲜美的河豚狮子头，火候也很重要。我们炖狮子头特别注意的要炖煮火候，至少2个小时，那样炖出来的狮子头呢，悦口即化，微美，汤浓。中国烹饪大师孔庆璞经过不断创新和研究，让河豚刺身在扬中流行起来。河豚刺身在日本是最为名贵的菜肴之一，享有鱼中之王的美誉。在日本，只有极其尊贵的人才有口福品尝其美味，也是日本国宴必备的佳肴。而孔庆璞的河豚刺身却更加生猛，不仅仅让河豚肉做成刺身来吃，连剧毒的河豚肝也照样生吃不误。这个肝是非常薄的，它这个2到3毫米厚，估计这个只有1到2毫米厚。秘制的河豚肝看起来软软的，这个河豚第二毒的部位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这吃起来它是很脆、很鲜、很滑。用8个字来形容它，你吃了之后，这个河豚肝就是滑腻四肢，鲜香畅神。孔庆璞说，这道河豚烩秧草是扬中岛民们吃了几百年的传统菜肴，是小火炖，味道特别的鲜美。那么整个河豚的味道全部融入到这个秧草里面。有这种说法，就是河豚无秧草，只吃秧草不吃河豚。为了满足各地吃货们的味蕾，孔庆璞还把河豚鱼做成了家常主食。吃馄饨在我们扬中是一种民俗，家家户户都有的。我把这个河豚这个原材料来做馄饨，这是一个所创。用春天的时令蔬菜和河豚肉做馅料，形成了馄饨不同的风味。可河豚的肝是有毒的，这个也要放到馄饨里吗？肝是个灵魂，
必须要用进去的。但是这个干呢，是我经过这个冷分解去毒以后来做的，生的入这个馅，它特别鲜香。瞧，吃馄饨的方法也花样百出，除了小火锅煮馄饨，这道通过平底锅制作的网皮馄饨是不是更加赏心悦目呢？有了接地气的河豚馄饨，怎么能少得了这个季节时令菜肴河豚春卷呢？吃春卷是我们春天扬州的一个风俗，河豚做春卷这是我的一个首创。一条河豚它的肉很有限，春卷也就做十几个吧，十五个左右。春卷皮一定要是手工的，这样做出来纯手工春卷味道才更好吃。除了把河豚鱼做成传统小吃，它居然还能被做成甜品。瞧，这道脆炸西施乳也是孔庆璞潜心研究出来的创新菜。西施乳就是河豚的性腺，用它做成的河豚鱼甜品可以说是酥脆可口，软糯香甜呀。据扬中当地人说，要想见识更多河豚鱼的新吃法，就一定要到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这里来拜访一下。瞧，今年已经72岁的他依旧在厨房里忙活着做河豚。我今年72岁了，72岁，我搞了50几年的河豚鱼，我9岁就开始接触河豚鱼，一直搞到现在没间断。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告诉记者，在中国河豚鱼可以做出100多道菜品，他做的长顺河豚宴有28道菜品。河豚宴在全世界，主要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吃河豚鱼这3个国家。日本呢，它的河豚宴呢，它只有8道菜。我们中国像我长顺河豚宴，真正上桌的可以说28道菜。桌上的这些就是河豚宴中最主要的10道河豚鱼菜肴，一个是砂锅河豚，一个是这个红烧的河豚啊，那这个，那这道菜呢叫椒盐河豚鳍，全是河豚鳍，这个，就是我们扬州人叫瓦水，河豚鳍也可以做很多种菜，像椒盐的，也可以泡酒的，还可以把它烩成烩菜的，这个叫富蓉河豚丝，这上面呢全是河豚肉切成丝，像肉丝一样的。除了砂锅河豚、红烧河豚、河豚刺身这些常见的菜品，椒盐河豚鳍、芙蓉河豚丝、凉拌河豚皮还真是记者头一回见到，更让人大开眼界的还在后面呢。这一盘密密麻麻的像小蜗牛似的菜品也和河豚有关吗？这叫水晶河豚盐，这是土鸡蛋蒸的。哦，这等于是两吃了啊，两吃，这蒸的。全是河豚眼，瞧瞧这一盘下来得多少条河豚鱼的眼呀，可河豚鱼的眼睛不是也有剧毒吗？这也能吃吗？必须要经过特殊处理才能食用。在扬中，不仅河豚肉、河豚皮、河豚类可以吃，河豚的所有部位都能食用，就连毒中之毒的第一毒河豚子和第二毒河豚肝也都变成了美味的盘中餐。为了把这2道菜端上桌，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用了整整20年，被称为拼命伙夫。我是全世界河豚鱼中毒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我为了搞这个试验，我中毒21次。烹饪河豚子和河豚肝，周长顺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密不外传。不过给河豚解毒的技艺，记者还是偷偷学了点皮毛。这里呢是部分河豚鱼解毒的中草药。哦，这都是可以去河豚鱼毒性的是吗？这是去专门解河豚毒的。你这个去制毒药我们需要多少种啊？现在看了大概有15、16种，不能全给你看。像这个好像我认识，这不就是那个甘蔗的那个根吗？根是吧、这个都可以用来解毒吗？对。这些是真不认识，这些有点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野草野菜之类的东西、是吧？这个可以把它晒干，晒干就是中草药。周长顺把20多种中草药熬成水，再将河豚子和河豚肝分别放入陶罐和不同的容器中浸泡。他说因为不同的部位解毒时间不一样，特别是在制作河豚鱼有毒的这些部位时，周长顺都一定是亲力亲为。后来我们这个地方来个100多个国家上这个菜，现在将近100万人左右吃过这个菜了。河豚子焦香可口，回味无穷，河豚肝鲜香肥美，入口即化。但鲜炸河豚子和秘制河豚肝在周长顺的店里是送给食客品尝的，从不售卖，
只为满足食客们的口腹之欲。现在河豚鱼已经成了可以带走的美味，不能亲自到扬东的吃货们也能够在千里之外品尝到河豚的鲜美。初步算了一下，一年的话估计要5到10亿的打包带回去的河豚鱼。2018年开始，张荣平和餐饮界的朋友一起把河豚鱼做成了各种各样便于携带的美味，让河豚鱼走出扬中，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红烧河豚啊，传统啊，传统的，还有这个传统的呢，我们是这个白汁河豚了，哦、白汁河豚，红烧白汁是我们扬中传统的。现在我们增加了3款河豚，我看还有松啊、松茸豆椒河豚，这一块的啊辣的啊、喜欢吃辣的人呢就有口福了啊，吃这个、喜欢吃辣啊，对对对，这、哦、金汁儿还有秘制金汁，它这个不光颜色好，而且它这个带一点咖喱味啊，微微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特别受欢迎的，销量冠军啊、最好的啊，对。剁椒味、金汤味、甜辣味，即食河豚这几年口味变化多样，而这些河豚做的点心也保证您见都没见过。河豚酥饼啊，今天是最欢迎的啊，它这个里面有河豚肉，做着酥食的月饼这一种啊，常年可以供应。那么还有一个河豚粽子，我们端午节做这个礼品用的啊，还有呢我们的河豚鱼虾酱、河豚鱼排，这都是我们的新品。从河豚狮子头、包子、饺子、圆子到河豚佛跳墙、鱼排、酥饼、河豚粽子，扬中的这些花样多多的河豚美味是不是很让你心动呢？其实您还可以直接买宰杀好的半成品速冻河豚，自己在家动手做一道加长版的白汁河豚。要做这个白汁河豚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用大豆油。油锅加热后放入生姜、葱段和河豚，简单翻炒一下后就可以加水了。大火烧个10分钟，然后就是小火慢炖。市场上销售的速冻河豚整鱼，鱼肉和鱼皮本来就是分开的，在烹热过程中，鱼肉和鱼皮的入锅时间也是有讲究的。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再放入这个皮。因为它皮是这个胶质，放早了它会烧化掉，还容易粘锅。小火炖多长时间？小火大概差不多也是在10分钟左右。白汁河豚汤汁浓郁，肉质鲜嫩，略有弹性，难怪古时会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了。河豚在遇到危险时就会迅速鼓气，像个气球一般，同时全身都会伸出刺来，所以河豚鱼的鱼皮中本身是带刺的，要吃河豚鱼皮的话就得想点办法喽。处理好了以后，它可以把它翻过来，刺在里面，它光滑的一面在外面，这样慢慢的这个一小口的吃，它就不觉得有刺了。河豚虽然味美，但毒性很大，消费者在购买和食用时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河豚鱼来源于经农业部备案并公布的河豚鱼源基地。第二，河豚鱼产品应由经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中国渔业协会河豚鱼分会审核通过的加工企业加工并包装。煎炒熬烹炸，鲁菜技艺变幻莫测，醋酱酒蜜椒，鲁菜味型富韵多样。一道菜，一种技艺，讲述一段故事，呈现一件艺术。千年鲁菜尽显中正大气，平和养生。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策划《中国八大菜系：鲁菜